报大众全新一代途锐最新谍照，硬汉风格。日前，我们从相关渠道获得了一组一汽大众的全新一代途锐车型最新的国内路试谍照。相比此前曝光的国内高伪装测试车而言，这辆全新的途锐测试车已经基本褪去了伪装，新车未来将基于大众的 MLB 平台打造，设计风格延续了来自于大众概念车的设计。外观来看，全新一代的途锐整体造型宽大，前脸采用了与此前亮相的大众概念车上的设计元素，细长的前大灯组与前格栅融为一体，视觉效果相当的霸气。新车在下格栅部分加入了镀铬饰条，再次提升其豪华感。侧面来看，新车车顶线条延续至尾部，没有下沉，为新车勾勒出更具运动感的外观。车尾部分，新车预计将采用全新的尾灯造型，同时新车的双边排气口形状也有所调整。除此之外，新车尾部整体造型变化不大，依然十分饱满。据了解，全新的途锐将与奥迪新 Q7 一样，基于 MLB 纵置发动机平台进行打造。除此之外，出自该平台的还有宾利天越、全新保时捷卡宴，还有兰博基尼限量版车型。动力方面，全新的途锐将提供 3.6 升汽油或 2.0T 汽油、3.0T 柴油多种动力可供选择。传动匹配的是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